电子游戏连逻辑学到你。电子游戏好容易令小朋友沉迷，唔想小朋友掂呢啲高科技，又会跟世界脱节、哦。光学教授杨丹博士为女女发明嘅一套电子游戏，其实就系一个学习系统，通过游戏令小朋友学习语言、数学、科学同常识等课题。好似呢一个甲虫排大小游戏，就系训练小朋友嘅逻辑。而呢一个动物赛跑游戏咧，就系令小朋友知道各种动物嘅特性。小朋友呢，就因为很喜欢跟动物去打交道嘛，所以他们很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同时呢，他们又了解了，比如说，豹子跑得比狮子快呀、啊。他很喜欢玩的同时呢，就同时学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道理和这个概念。电子游戏可引导小朋友嘅逻辑思想。但一件件拎得上手玩的玩具，就可以诱发小朋友的创作力。不过玩具是其次啊，最重要都是父母肯花时间和心机陪啲仔女，制造一个愉快的学习环境，小朋友自然就领会得更快更好啦。